大家知道吧啊，今天老师发现一天才，这天才就是我。正好今天嗯，那个哎，这天才啊分好多种，不光是会得高分的，对吧老爸？嗯，哎，这桃有点让人想起《西游记》那人参果。哎，咱家门口那超市有卖的人参果。那是猪八戒爱吃的。哎呀，你们倒是听我说呀，今天老师车钥匙丢了，是我给找的。啊，哎，好像沙僧也爱吃。哎，你们猜我从哪找的？从车锁上找的，忘了拔下来了。其实啊，唐僧也不太爱吃。他就是贼，不爱说出来。可是别人都没想到，就我一人想出来了。哎，为什么人家都说猴子爱吃？这说明我在这方面是个天才。真的，只要稍微培养一下，就是个侦探学家，就跟福尔摩斯似的啊！刘香，快点帮忙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干什么呀你？嗯，你有秘密，刚刚接触过一个洞。神经！哎，真的真的，你别走啊！这是一根宠物身上的鬃毛。对待不正，哼，起码三个礼拜没有洗澡，发着脾气，特难笑。变态你！哎呀，姐，你不是说用双卫生间吗？你怎么就剩我一个人了？跪着！刘星管这叫做男性宠物。妈、啊！姐姐教我包的饺子，我可没教你包手雷啊。哎，姐，我跟你说两句话啊。嘿，别动，小鬼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讨厌！哎，小雨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你等着！什么呀？有什么事找我啊？哎哎哎，什么呀？你带的那是跟鹦鹉似的，给我站！这是道具。这道具？你这唱的哪出戏啊，刘星？啊？不要叫我刘星。我现在叫福尔摩星，现在名上侦探小说了。本人近日一直在研究侦探学，我的师父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。孩子病得不轻。哎，我说福尔摩星先生，那您的这个推理肯定特厉害了，露两手给我们看看啊。以后你们就会有幸见识到的。别以后啊，现在就给我们推一个怎么样？对对对对对，你以为推理就跟卖狗皮膏药似的，说来就来？我给你出一个题目怎么样？你给我猜猜看，这个白菜是在哪个区买的？对，哪个区呀？对，想刁难我？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。白菜四号，把手放下。白菜早就剁成馅儿了。不过你可以对他进行实地采访。对，妈，您今天是几点回来的？差不多六点吧。六点。六点。对对对。这白菜和猪肉一块买的？对呀、啊。嗯，一块买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嗯嗯。答案出来了吗？嗯，当然。哼，答案就是白菜在东区买的。你怎么知道呢？这很简单，我师父说过，这世界上每发生一件事，它都有关联，只要你肯用心。我记得老妈上次在西区和那个卖肉的吵了一架。你怎么跟人吵架了？嗨，他卖我那肉都不新鲜了，我跟他退他还不乐意。我师父说过，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办事的方法。要是小雪的话，她绝对会去那个卖肉地方再去买肉。你小瞧我，可是妈妈就不一样了，她宁可多走点路，也不会再见到那个讨厌的卖肉的。可是妈妈跟往常一样是六点钟准时回的家呀。这个问题提得很好，东区路远，妈妈按平常速度回家的话，肯定不会在六点之前回到家，所以她就使劲骑，使劲骑。
因为他家里啊还有一群人等着他吃饭呢。你看见了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对啊，你什么证据啊？因为您的习惯是啊每天回家先洗手，可是今天不光洗了手还洗了脸。因为啊您比平常更累，比平常流的汗更多，所以您清洗一下。嘿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洗了脸啊？对啊，因为我刚才在卫生间观察到您的洗面奶的盖没有盖，所以您刚刚用完。妈，你太辛苦了。就是嘛，以后你回家别那么着急，我们晚点吃饭也没关系啊。就是自行车骑那么快多危险啊。对对对对 对，以后不要那么拼命。我分析的那么准确，怎么没人夸我呀？我帮他干活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问题修自行车的爷爷说修不好这个，他就是没法撞啊。哎，真糟糕！我不是故意的，这是意外。反正他已经坏了，那我爸爸知道怎么办？这可是我奶奶刚给我买的。千万别说是我弄坏的，你爸本来就反对我们私下来往。爸爸早晚都会知道的。嘿，我买个新的陪你。哎，那倒是个好主意。可你有钱吗？这个玩具很贵的。会有的，我会想办法的。那你就使劲想想吧，最好在我爸爸发现之前想出来。拜拜。拜拜朵朵，对我有信心哦。拜拜。怎么办？我要是工薪阶层就好了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不对，你肯定有心事。没有，根据我的推理，我的分析，我很好。你很不好。哎，你说刘星多逗啊。哼，真觉得自个儿是当神探的苗子，一心一意要自学成才。我看他就快走火入魔了。你说咱是不是得管管他呀？嗨，管他干嘛，小孩嘛。他是想做神探，又不是想当大盗，那玩去吧。你倒挺想得开，你。福尔摩星有重要情况向两位报告。你还真改名叫福尔摩星了，你。不用着急，等我有了名以后，你们自然会改名的。福尔，神探之父。嗯。魔星，神探之母。我叫魔星。你干脆直接管我叫魔鬼算了。魔鬼同志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宽。去，有管魔鬼叫同志的吗？你跟魔鬼打交道的？哎呀，你们别开玩笑了。小雨有问题。啊？什么问题？他的目光躲躲闪闪，说话吞吞吐吐，行踪鬼鬼祟祟，种种迹象表明，这孩子心怀不轨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刘星。玩推理游戏没关系，但是可不许栽赃陷害啊。哎呀，相信我的火眼金睛吧，侦探的直觉告诉我他有事瞒着你们，而且不是好事。妈，我能帮您干点活吗？比如说去小卖铺买点酱油醋。怎么那么乖呀、啊、今天。行，妈给5块钱上小卖铺买瓶醋去。哎，找回的钱能归我吗？行 ，OK， 很高兴为您效劳。小雨多好啊，有什么毛病啊？就是哪像你说的鬼鬼祟祟、吞吞吐吐、形迹可疑的。你们没看出来他很贪财吗？连找回来的零钱他都要。你不要吗？对啊，我小的时候也要，小孩都这样。你们可不要后悔。哎，我可告诉你。你再在这神经过敏、无事生非，你当心，你这些神探方面的书我都给你没收了。我完全同意妈妈的意见。哎，天才总是不被人理解。
朵朵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家人都不在家，我们两人世界。这话要是让我爸听见，准会让你爸打你屁股。你爸发现了吗？嗯，这就好，你看我已经凑够10多块钱了，刚才从沙发缝里弄出一个大钢镚儿，哦，还差得很远。给我点时间，一定能攒钱赔你个新玩具，请相信我作为海归派人士的实力。你这个海归实在太小，不会账，只会花。哎，朵朵，你别走啊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看着办吧。哎，海归太小也是海归呀、啊。不会创业还不会卖废品吗？哎，对了，卖废品。我这黑夏东海先生必须和您单独谈谈了。哎，刘星先生，你能不能不这么神神秘秘啊？您作为一家之主，必须对全家人的生命安全负责。最近您没觉得咱家有点反常吗？你就最反常。人家现在很多东西全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，什么可乐罐啊、饮料瓶啊、报纸、杂志、小人书什么的，全都悄悄的不见了。不见就不见了吧，反正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。哎呀，老爸，根据侦探学原理来讲，反常的背后大多数都是阴谋，作为一家之主，您可要小心啦。福尔摩星先生，您的这个侦探游戏咱能不能不玩啊？有点短了。对我来说可以。接着玩。哎呀，老爸，这不是游戏，咱家正在悄悄地发生一些事情，太可疑了。你要是授权给我，我立刻马上绝对肯定 我调查，真的绝对水落石出。看怎么样？我考虑考虑，谁认识比较好的神经病医生啊？谁知道咱们家饼铛在哪儿呢？我这正要烙馅饼，找不着饼铛啊！看见了，又有一件东西失踪了，可疑，太可疑了！别可疑，想吃馅饼，赶紧帮忙找去。哎呀妈，您就别走了。嗯，您要是授权给我，我立马立案侦查。儿子。咱别没完没了行不行，换个别的玩法。哎呀妈，根据我的推理，厨房要是找不着饼铛，别的地方肯定找不着了，您就别想吃馅饼喽。那我也不会雇你。我该吃包子了，我还舍得放个呢。哦，这么说合着咱家以后这馅饼都得改包子了。我可不喜欢吃包子，我喜欢吃馅饼。跟你有完没完呀、啊？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咱们家的饼铛长着腿跑了，插上翅膀飞了。要帮忙吗？家有神探，不使白不使。没你事，走走走。免费的。免费我们也不要，去走。不对，不对。嗯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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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别唱了，行不行？反正这不是小偷偷的。小偷绝不会偷饼铛。可是你没有发现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在刘星的意料之中呢？他早说过，说咱们家有一些东西他发现偷偷的不见了，还让我授权让他侦破，然后你没同意，饼铛就不见了。然后他又来找我，我也没同意，饼铛到现在就找不着了。准是他干的，他制造悬案，好体现神探的价值。我也这么想。这小子一个人嫌玩这个游戏太闷，想把游戏玩大了，让咱们都陪着他玩。他也不想想，咱们
这么精明的父母能被他蒙了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这秉承肯定在他床底下藏着呢。嗯，很有可能。嗯，那咱们怎么办呢？啊，无非两种，一种是揭穿他，一种是不揭穿。我看不揭穿他，任凭他耍遍所有的花招，咱都不接招，看他怎么办，笑着他。以不变应万变。哎，哎呀，我又可以吃上馅饼了。什么呀？抠门干嘛？哼，没应酬。爸爸妈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乖一点啊！啊哈哈。姐姐再见，拜拜。我要飞飞，心改成改扣。再见，刘星。别找他是婴幼儿风，您选择心改成改扣服液，口感好，吸收快。嗯哼，看看还有什么可卖的。什么找不着了？一摞上学期的辅导资料，我还有用呢。您没当废品给卖了吧？我哪卖了？再说了，我卖你的东西，我还能不跟你打个招呼啊？今天早上还在呢，现在说什么也找不着了。需要帮忙吗？上楼去看看。去去去去，这没你事。嗯？哎哎哎，去去。嗯，肯定是他，刘星。嗯，他不是一直想当少年神探吗？可惜在咱们家无人喝彩，他就想把咱们家闹出点事儿来，跟贼喊捉贼的性质差不多。我告诉你，对付他这种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予理睬。发生了什么可疑的事情？没事，天下太平。足够赔你一个新玩具了吧？反正说话算话吧，海龟两个还行吧。嗯，没办法吧？我发誓，全都是辛苦和劳动换来的。你知道金和铁锅装的一小多沉吗？不是，你先吃。等我。小雨，你在玩什么花样啊？没什么。不对，你肯定在捣鬼。我是清白的。嗯，我的杂志不见了。你给我买的那双软牛皮鞋哪儿去了？咱们家的饼铛和炒菜的铁勺都没了。哎，你们的表现有点反常。据我推理，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？找我帮忙。玩够了没有？快把饼铛跟炒菜的勺子给我交出来！复习资料，还有我那双软牛皮的鞋。等一下，这是不是正式授权了？代替本神探找那些失踪的物品？少来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把我们当成傻瓜了？跟你爹妈斗心眼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就是。哎呀，认命吧，福尔摩星。其实我们早就看上你的把戏了。不理你就是了，你还以为你怎么着？赶紧给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交出来。对，什么？你们怀疑我？不是怀疑，就是你。没错，你为了让我们请你破案，你就先作案。嗯嗯，我跟你爸爸这么精明的人能被你给蒙了吗？就是啊。你们凭什么怀疑我呀？因为就你的东西没丢啊。对，谁说我东西没丢啊？我那塑料飞碟就丢了，我还没来您说呢。这台车已经完了。
明显是狡辩。对，冤死我了！你们，对对对，你们怎么不怀疑小雨啊？我一直认为他十分可疑。他知道什么呀？真是他连饼铛和铁勺是干嘛用的，他都分不出来。就是。我就知道他们是铁做的，能卖钱。嗯，我去开门。朵朵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爸说这钱不用你赔。赔什么呀？下雨弄坏了我的玩具，我爸爸说不要他赔，这钱还给你。小雨，你哪来的钱呢？这个嘛，是卖废品挣来的，对吧，海龟靓仔？哦，那全冒光了。再见。我去送送他。小雨，我回来了，你回去。小雨，我的杂志和复习资料。杂志和皮鞋。我的饼铛和炒菜勺。我早就说他可疑了吧，我是个名副其实的神探，快恢复我名誉。你在做什么？变成了不再风云光照，让我们自己创造。